苏家以为商贾之首，苏公子为何不从商？商贾，商贾我见多了，钻研商道无非两种人，有利可图的，无利可长的。哎呀，想必苏公子一定是志存高远啊。那是自然，我志在仗剑天涯，不能及百家之长城一代宗师。 切勿自乱阵脚，学武不用嘴，你多学几手，走，追！都不准护着我，违者罚3个月力气。 这帮人无需你动手。 竟能闪出空隙，看来这厮不曾吹嘘，你我联手也未必能破。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 且要再看看！哎，各位见好就收啊，逼我出手，你们断无活路！救命啊！救我！
深吸一过，功法自破。这便是命门。你要想试我武功，你多问我几次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你用不着要我小命吧？不对你下点狠药，你肯乖乖说出来啊？你也是，护主失当，知道吗？哼！哎，你那没用的功夫可有名字？陶石溪。什么东西？陶石溪。